由于各自行程都十分忙碌，除了在中国的成员张艺兴之外，大势男团 EXO 的八位成员们也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。今日 EXO 完成海外演唱会后终于聚餐了。忙内世勋在个人社交账号中上传了和成员们一起吃饭的照片，画面中有六位成员在西餐厅用餐，大家还开了红酒，非常有兴致。世勋在留言下写道，终于苏吼和凯也在的，去哪儿了呢？没能一起拍照，原来只是拍照时苏吼凯刚好不在，但是 EXO 终于难得聚在一起享受美食，不少粉丝也替欧巴们感到十分开心。另外除了聚餐外，成员们还一起到了篮球场打球。成员灿烈在社交账号中上传了自己约起投篮的帅气片段，十分有型呢。而博贤除了发表自己的投球片段之外，还上传了成员秀敏的投球片段，画面中倒着投球的秀敏也成功投进，连他自己都不禁大喊，之后更兴奋地跳了起来。而博贤就在留言下自嘲自己的投篮姿势，写道，专业扣篮博贤注意有点难看，引来一众粉丝纷纷点赞和评论。而没能参与的张艺兴也点赞了成员们的社交账号，不知道何时能见到久追同框呢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